最近美国可不好受，夏日的热浪使得干燥的美国西部进入了火灾多发的区域。西部11个州先后燃起了100余处野火，这些山林大火很快蔓延，烧的那些西部牛仔们没有脾气，有9人已经在火灾中死亡。美国特朗普总统将西部的火灾定性为重大灾难。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犹他州、内华达、蒙大拿、怀俄明、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阿拉斯加，超过120起英亩的森林大火正在燃烧。面对这些严重的山林大火，美国陆军却迟不参与救灾行动。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救灾体制决定了这些火灾都必须由着当地的消防部门去应对，最多的出动州国民警卫队去灭火，但是这些力量远远不够，也是山火久拖不绝没有熄灭的原因了。为此，美国陆军在各地求援，下终于有所动作，不过却吝啬的只砍出200人进行救援，这对于100多起山林火灾来说是杯水车薪。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陆军为了应对火灾，出动的是第7步兵师第14旅工兵营的200余名士兵。这200人是从阿富汗、伊拉克打仗回来的，过去主要承担美军军营、防御工事的建造工程。这次，这200人分为10个组，一个组20人。这些小队并不参与直接的山林灭火，而是协助当地人们将火场附近的房屋拆除，并帮忙挖掘防火沟，以防止火灾的进一步蔓延。有意思的是，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曾经还和我军交手，在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中，我第80师全歼了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的31团，这个团被称为北极熊团，连团旗也被我军缴获。这是我军首次消灭美国陆军的团级战斗单位。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